孵出来了，小月，我们让他干吧。不，我们要自己动手放一族食。小月，你看，小黑他们都让孵主帮忙了啦。我总感觉没好事儿。那让小黑他们先作为小白鼠吧。这真的没问题吗？应该没事吧。他们弄的海底神殿貌似也很辛苦的，孵主帮他们一下，我们先看看靠不靠谱。好吧，哎，我被传送了。我也被传送了。孵主在天上。我看到了。不过这见证奇迹的时刻也太中二了。哎，咔咔咔咔咔，哇哦，水都没有啦。整个日落也没了。这算是时运不济的吧。那布林姐你下来吧。我掉下来会摔死的吧。布林姐穿着翘翅怕什么。对哦，我都忘记了。我下来喽。这次看上去还是很靠谱的呢。不如让佛主帮帮。不，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好的吧。布林姐你看，出问题了吧。什么情况？佛主不是帮他们弄好了吗？这就是问题所在啊，天知道会不会变成帮道吗。好的吧，那我们继续拆。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。哇，佛主这是强行帮忙啊，这操作也是够够的了。哎呀，小月，这也算是帮了我们吧。你看，他帮我们把草地铺平了。好吧。